吃午饭的小姨妈来喽，看看这是什么。我儿子说这是精心给我准备的。哎呦哎呦 ，Q 弹的，给我吓的呀！我先吃根腿。咦咦呀哦，好吃吗这个？狗腿。也还行，巧克力味的。就是吧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着这个脑袋，我不敢瞎嘴。好害怕，敢不敢吃？我吃了这个，每个宝宝都要点个小星星哦。怎么办？内心好害怕，吓死宝宝了。我们再吃一个后背。刮骨剔肉，吃的。不难吃，但是心里难受。那怎么能吃狗狗呢？今天好难受。吃都吃了，吃完吧，挺好吃的。真是个作奸小姨妈，哈哈。还挺好吃哦。别说，还真挺好吃的。小小鸭，真香！等你，香是香，就是有点太甜了。吃干净，太调皮了。真的是狗狗那么可爱，谁让你们吃狗狗的？讨厌！吃个这个压压惊，大餐之后一定要来一个。嗯，记得关注我。